秋日里，一只螳螂不幸遇到了闲得无聊的猫咪，这可了得呀。螳螂想方设法拼命的要逃，那是必须的了。无奈，猫咪步步紧随，出掌如电，掌掌拍身，不显温柔，短兵相接。螳螂使出了拖刀术，贴身防守，迫使猫只能出口相助了。螳螂使出浑身解数，挣脱猫咪，逃往草丛，利用自身和植物的绿色隐藏。猫咪可是不依不让，紧追不舍，玩心不已。螳螂已经被猫拍得失去飞行能力，只能抓住机会撒丫子仓皇逃生了。猫咪打发了一段悠闲无聊时光，目送螳螂远去。